个生气，因为他要哄你嘛，你先生气，不理不睬，先生气，对，看不上他，就是北京人，北京人，哎，怎么茬？怎么茬？怎么对？来啊啊啊！哼！不理他，不理他，不理他，不理他啊！对，娇娇，你去哄他一下。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说吧。你是什么血型？不知道我怎么血型。他是个。没关系，不管你是什么血型，你都是我的理想型。啊。就会憋这么一句啊。我们都是问问题这一卦的呀。来，很认真的。很认真。君如姐，我想。轮到我了。你知道你和猴子的区别吗？啊？怎么回事？因为猴子住在山里，你住在我心里。厉害厉害厉害！君如姐，这里是天堂吗？不是啊，那为什么我看到了仙女？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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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句，再来一句再来一句再来一句。君如姐，再来一句，你有打火机吗？啊，我。那为什么我的心被你点燃了？君如姐，君如姐，我也有，我吸取了一个啊，君如姐。您在我心目中是三，我是九，因为我心里除了你就是你。除以三，九除以三，除了你怎么就是你，还是你，对，还是看着对，那当然，你这个得数学成绩比较好，对对对，成绩好一点。小姑娘回去算算半天，三九三三得九二五一十。